近二十余年来，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。在座也有一些北北也参与过，我们从光复台湾、保卫台湾、建设台湾、守护台湾，都是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，也奠定台湾后来的一个繁荣发展的基石。所以在这边，我们一定是要对各位致上最高的一个敬意。黄永正先生。